寞飘落心底，我实在没出息，不可以，我一定要专心。为什么春天加上青春期，我就克制不了自己，不可以，真是罪大恶极。爸爸说考上大学后春天才会真的来临，到时候要交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。她以为她很美丽，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她以为她很美丽，其实只有头发还可以，我理都不想理。人家说我们考上医学系的学生最得意，蹲在家里自然会有人来相亲。为什么我一年到六年级却没有一点动静，看上我的只有病人还细菌。他们说将来开业赚大钱，春天才会真的来临，时候要娶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。她以为她很美丽，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她以为她很美丽，其实只有头发还可以，我理都不想理。告诉我你在没活的最后胜利，谁知道你在说的时候心里想的什么东西。路上测试架子越名贵，里面女人就越美丽，什么道理，我就没这个福气。今年过年我就37，拥有事业和学历，为什么就是没有爱的讯息？究竟我还需要多少努力，春天才会真的来临？到时候难道只有是女孩子就可以？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